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晨。今天是2020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赵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3度到30度之间，最低温度为8度到19度。长春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昨天下午，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通过了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批准2020年中央预算。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冯中华辞去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不负重托，履职尽责，为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凝聚起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的强大力量。随着2020年全国两会胜利落下帷幕，代表们踏上新的奋斗征程。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代表们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焕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把两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这次会议啊，开得非常成功，我总的感觉到呢，会期虽短，但内容啊信息量很充实很大，这个与会代表啊都群情振奋，激情满满。总书记在参加湖北团审议和参加内蒙古团审议的时候，饱含深情地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以我回去以后呢，毫无疑问，我是想通过我服务的患者，我共事的这个医务人员，把两会的精神呢传递给他们，让他们也像我一样有一个感受，对我们的政府呢充满了信心。我想我们一定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精神指引下，为我们吉林省全面振兴、全方面振兴贡献我们的力量。特别是这次会议，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对恢复经济特别有信心，而且特别承诺在我们这个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保障民生水平不下降，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也让我们感觉特别有信心。这次会议啊，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明确了今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作为来自基层、身处一线的代表，要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助力抓六保、处六稳的各项重点任务，坚持为民监管，一手抓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一手抓银行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和风险防控。政府报告中对于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做了精心的谋划，特别是在去年
全国高职扩招100万的基础上，今明两年再扩招200万，特别是对于稳就业、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以及培养高技能人才等方面，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作为一名来自教育界的代表，我会将这次报告有关精神带回去。因为我是来自红旗一线的这个一线的一个员工的一个代表，把这次两会的相关的这个精神呢，也要带回企业，让大家共同学习，然后呢，把我们红旗品牌要做优，要实现我们在2020年的20万辆产能的一个目标。回去之后呢，把两会精神呢向基层去传递，传递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昨天上午，我省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审议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议草案和有关建议表决稿等。代表团团长巴音朝鲁、副团长景俊海、金振吉参加会议。代表们审议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民法典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一致表示赞成。昨天出席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的驻籍全国委员圆满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乘飞机返回长春。会议期间，委员们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带着全省各族人民的重托和期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建言议政、共商国事。委员们表示，要宣传贯彻好会议精神，认真履行职能，努力把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凝心聚力，为建设幸福美好吉林、奋力开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发展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我们要把今年的两会精神带到地方，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作为一名法律人，要用我们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素养，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为百姓传达好两会的精神，来贯彻实施好我们两会的主要任务，来为了三大贡献上做出努力，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对民生、对防疫，要尽自己一份力。我想啊，就是由我们全体吉林人民，有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今年我们吉林省、我们全国一定在防疫的基础上能取得经济社会的更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吉林省坚持人民至上，连续多年办民生实事，多措并举，努力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5月22号，对于已经患尿毒症3年多、56岁的患者尚志宽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长春市刚刚推行了一项医保措施，它可以采用多种透析模式进行治疗，效果好还省钱。我过去只做一个血滤，说实话就是经济负担有点重啊。现在就是说国家承担了之后，你就都做了，直接得到实惠了。你就是说从经济上来说，可能是过去得3000多、4000多，那我现在可能是用不上1000，600-700块钱可能就下来了。自5月1号起，长春市降低市行政区域内含双阳九台城镇职工、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疾病血液透析自付额度，参保人只要定额支付费用，就可以享受全年常规治疗。采取按次定额及参照住院比例报销相结合的结算方式，确保血液透析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规范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的治疗，将惠及参保患者5000余人。人均每年减负约3300元。这政策真是越来越好，今年这更好了，自己花的只是一少部分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在松原市农村养老服务大院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新模式。
从2018年开始，当地推出养老大院加协会加志愿者服务加集中托养加信息网络平台加政府购买服务的养老服务模式，帮助空巢、高龄、失能、半失能农村老人实现了离家不离村的养老愿望。在宁江区河西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里，96岁的程晨老人在这儿已经生活了3年。老人表示，每天和老伙计们一起聊聊天、看看电视，无忧无虑的安享晚年，就是他最幸福的事儿。这福享的这吃饭呐、睡觉啊，你说一天说话唠嗑啥的，每一样不随心接受，这心里才痛快呢。今早我还说呢，哪有这国家？咱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你说这你这国家，你说这领导处处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指出，要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2019年，吉林省51个市县农村低保标准全部不低于国家扶贫标准，1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全省筹集社会救助补助资金50.95亿元，保障城乡低保对象96万人，保障城乡特困人员8.5万人，临时救助22万人次。投入中省级资金1.15亿元，整合改造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20个，支持和维修改造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51个，为111个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和60个农村互助养老场所装配助浴设备，多措并举，保障人民的米袋子、菜篮子。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确保兜住、兜准、兜实、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一个不少、一个不落，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上，切实解决居民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千方百计抢工期、抓质量、求实效，让小家安、大家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民生大情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吉林省如何把民生关切这篇文章做好，来自吉林省的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我们把民生工作放到了主位，期待国家更好的政策能够出台，能够让我们享受更多的改革红利，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未能及时就业的大学生，在生活补贴、档案管理、住宿等方面出台一些扶持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提高居民医保补贴，改革门诊结算方式等等。2020年，吉林省将坚决完成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任务，统筹抓好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积极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年底前对所有纳入特困供养和建档立卡范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改造，不断加强特殊儿童群体关爱保护，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件件民生实事正不断增强着吉林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鼓舞着吉林百姓振兴发展的信心士气。王江斌，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内科学系主任，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履职感言：为百姓健康服务，为群众幸福尽责。两会召开前，王江斌每天一大早都会来到他所负责的疗区查房。花钱这块舍不得花，如果国家要是能提前免费体检这块，下点功夫给老百姓，特别是在这个CT 和这什么，老百姓的土话就是五脏六腑这大病这块，要是给免费体检，我们就更高兴。多年的从医经历让王江斌体会到，经常和病人谈心，不仅能有助于了解病人的病情，同时还能听取更多群众的心声。这两年，通过不断的问诊工作，围绕百姓关心的问题，王江斌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基层群众免费体检、食药品安全、公立医院改革、传染病防治等诸多建设性议案，并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回应。
这一年我觉得体会很深的，我们政府通过集中招标采购，然后让药品降下来。现在一个乙肝的患者，抗病毒治疗一个月的药物柴油，不到10块钱，还有一些抗肿瘤的药物，它的降价幅度都是很大很大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这有患有有大病的慢性病的这个百姓都能吃得起药，提高这个民众的健康素质。今年两会，王江斌就传染病防控提出了建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平时的工作中就想到，这是百姓需要解决的，百姓的愿望、百姓的心声、百姓的呼声，你能把它在两会中呼吁出来，去替群众解决一些问题，是代表意识促使我这样做。2019年，吉林省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到60%以上，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全覆盖，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1.34%。今年，四平市将开展医保基金监管方式创新国家试点工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白山市将进一步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制度，加快推进医保异地就医一站式结算。松原市全面推进健康松原行动，加强结核病、艾滋病、手足口等疾病防控，推动市妇幼保健院综合楼等项目建成使用，谋划建设松原市传染病医院。大家好，又到我小云出场的时间了。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顺利闭幕，今年的两会时间虽然只有8天，却是干货满满，振奋人心呀。下面就跟小云一起用大数据回顾一下2020年全国两会吧。全国两会的天池云热度已经达到35,088，与5月21号两会开幕之初相比，增长了243%。两会相关话题的情感指数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较高水平，相关报道的全网捕捉量累计约44万千篇。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出大家对两会的关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吉林的代表委员认真履职，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振兴发展建言献良策，更有超过20位代表委员的履职故事和他们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央广等中植媒体和新媒体的关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了《航拍中国吉林篇》，水墨松饼拼速度，稻花香里说丰年，北国风光，人文传统，工业奠基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航拍镜头下的吉林，每一帧都是大片，美哭了不少小伙伴呀。要是感觉云旅游不过瘾，就亲自到大美吉林来看一看吧。2020年两会时间告一段落，小云2.0也圆满完成任务了。今年里我要继续学习，我们明年全国两会再见吧。随着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本台的全国两会特别报道到今天也全部结束。再来看其他新闻。连日来，各地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发展的引擎，统筹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建设，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5月26号，总投资3亿元的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吉林中部500千伏电网完善工程开工建设。该工程作为吉林省新基建761工程电网专项方案中的首个新开工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主要包括龙家到包家500千伏线路工程、龙家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等。建成后将增强吉林省500千伏电网结构，提升吉林省主网架东西部通道互供能力，为东西部电力互送创造条件。500千伏电网是咱们吉林省的主干电网，它是属于这个更高电压等级，它的输送容量更大，同时提高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在白城，全省三早行动项目之一白城市汇通大厦项目进展顺利，项目总投资3亿元，集购物、餐饮、商业住房于一体，计划于2021年10月30日竣工。整个这个项目是位于海明路商圈，所以说带动整个商业的发展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在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40万吨环保沥青混凝土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正紧张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全部基础施工。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主要生产沥青混凝土、水稳碎石等产品，在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初夏时节，各地紧抓气温升高的有利时机，全面开展水稻插秧作业，稻田里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进入五月，全国灌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开闸放水、泡田整地，抓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力争一次插好秧，一次拿全苗。种的是鸡精516，每年这个季节温度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插秧，为了秋后这个粮食丰收啊，就是打下那个良好的基础。全国县红光农场共有11个分厂。水稻种植面积3300公顷，建成了现代农业高标准节水灌溉核心示范区，水田全部实现了条田化，田成方，渠成细。柳河县江家店乡河南村的水田里也是一派繁忙生产景象，稻农们正在进行插秧作业，徐新明正在稻田地里忙碌着，从水稻的进种、育苗、插秧，他都抢抓时机早早动手，并且全程利用机械化插秧，省时省工省力，快。而且这一天，这个插秧机一天大亩的话，插二十多亩地吧，到月末基本上能差不多。今年大恩市计划种植水稻20,666公顷，这几天水田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力争五月末全部结束。现在看啊，全市也进入了大面积插秧的阶段，进度呢比较快，预计全市的插秧在月末能完成。今年全省水稻计划种植面积1200多万亩，截止到5月26号，水田插秧工作已完成82%。5月27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月27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5例，吉林市。5月27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昨天下午，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7号，香港数码港董事局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助于香港维护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符合香港更长远的发展。林佳丽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指出，全国人大涉港国家安全立法针对的是颠覆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严重罪行，不会影响全球投资者和创科人才在香港的正常商业营运和科研活动，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我们看到香港除了自身的发展、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融入国家的大发展，也照顾到国家安全的需要，我们很乐意看到大家可以在更安全、更稳定的情况之下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再创辉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内在要求，法理依据充分。决定草案充分尊重了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在这个是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第一，清楚指明了国家会继续堅定不移咁樣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第二咧，這個決定亦都表明咗唔影響到廣大特區市民正在享有同埋行使法定嘅各種權利同埋自由。澳门各界人士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不会允许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出现，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只有堵塞国家安全法律漏洞，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特区的繁荣稳定。澳门2009年就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2018年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开始运作。因为有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保障，澳门没有出现所谓的澳独以及其他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回归20年来，澳门社会经济非常稳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才有了澳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相信香港国家安全立法以后，将弥补法律上的漏洞，有利于维护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海外华人华侨表示，坚定支持涉港国安立法，认定这将令香港走出乱局，恢复稳定。I think the recent legislative drafting regarding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 Hong Kong, I think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esent or gift to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because it stabilized all the riots.Instability caused by those rioters, I call them urban terrorists, can be resolved. In particularly, stop or prohibited the foreign influence toward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It will giv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influence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both for the individual safety and well-being for the children and children.应该早就设立国安法，针对这些捣乱分子，才能够搞好香港的繁荣稳定，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这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办法的颁布，它将成为反中乱港分子的噩梦，也是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以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多国人士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部势力无权插手干预。中方推进涉港国安立法是维护国家安全，这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不容置疑。我们真知不得阿特不带，海查研究可以在香港接怎奈的莫不得真。คือเอ็นยูไบจันทร์แต่มวยในยังกรุบหายยังยุลคืนท่าประเทศประวัติฮ่องกงขมิ้นประเทศนาแต่ตัวขอดไร้คล้ายที่เป็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ทร์ติดอันนั้นคือในยังเมื่อคืนในขนมไว้ใต้ชิ้นฉบับอันตรายชีสไว้ใต้ชิ้นอัตประไต่เพียบ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ารยกจุดนั้น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ทร์มาเลือกฮ่องกงอันนั้นชีอดอมประเทศมวยแต่ท่าเกิดมันเติมไตยกจุดดังเดือดEvery country has law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similar laws, disrespecting Pakistani flag, disresp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military, judiciary, and anthem is a crime, is a criminal crime, and it's an offense. So now they are part of China for rule of law. These laws are very necessary. This is the best police in the world. You guys are shame.You are brainwashed. Look at yourself. 这段视频拍摄于去年，瑞士商人安德龙在香港工作生活了数年。他说1999年他在委内瑞拉也亲身经历了由美国在背后谋划的反政府示威。It was a movement about sharing wealth with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oil. The USA started to meddle, to do meddling in Venezuela. And it's the usual playbook ofthe colored revolution. So they were financing the medias, they were financing the opposition, they were creating chaos. And when I saw this in Hong Kong, it was very clear to me. And I could actually see fake journalists, foreigners there, they were not there just to report things. They were there financed by NED, by the US. And there were just too many. And it seemed like something had to be done. Thos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they exis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t's nothing new. It's a law for national security, against foreign interference, against conspiration with foreign powers.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Es importante saber que tiene su propia legislación, su propia constitución, sus propias disposiciones. Y en cualquier parte del mundo esto es así.Los estados se protegen, salvaguardan la seguridad de su gente y el país va a salir adelante y no necesitará de intervenciones extranjeras.
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到这时段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来关注省内天气方面的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3度到30度之间，最低温度为8度到19度。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东南部地区部分地方有轻雾或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段野生东北虎在白天的行动影像，这是野外红外相机第一次拍摄到东北虎在白天的行踪。拍摄地点为新开林场辖区，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只刚成年的青年雄性东北虎。该雄性个体在2019年末离开在中俄边境区域的出生地，向西扩散至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西部的天桥岭、汪清及附近区域。近年来，我们架设在新开林场和其他林场的远红外相机，曾经多次拍摄到东北虎豹的画面。但是在白天能够清晰地拍摄到东北虎行走的影像资料，这个还是首次。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天桥岭局介绍，自2015年以来，新开林场境内的野外红外相机已经3次拍摄到野生东北虎和野生东北豹影像。生态环境一天比一天好，让动物们越来越愿意和人们亲近。日前，鸟类摄影爱好者在通化市浑江河段拍摄野生水鸟时，意外发现并拍到了一头野生狍子。这狍子怎么跑到市区了？咱们赶紧去看一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当时鸟类摄影爱好者用手机拍摄的场景。这个小家伙也许是首次造访城市，误入到人类视野受到围观后，这小心脏受不了了，跳进了江，连蹦带跳的游到了江对岸。当记者赶到现场时，这位动物访客已经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当时怎么发现的？从那边跳下来，跳江里头过来，绕了一圈奔那头过江。啊，就一个？一个。啊，可以确定是狍子。确定。多大呀？50来斤吧。当时搁这儿上来，上这个顶上，完了又跑下去，跑到这个拐弯又回来。啊，那会那个游泳？啊，游泳。就过江了。对。啊。过江搁这个边上上那个山顶。当时我发现狍子的时候哈，赶紧用手机一拍的，这可以能看到。这狍子过江哈，当时。太激动了，就是没拿起相机拍。昨天下午，长春工程学院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合作，联合成立吉林省建设发展研究院。吉林省建设发展研究院成立后，将成为服务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宏观决策，服务于建设行业发展的综合性、高层次、战略性发展研究机构和智库平台。研究院将建设成为吉林省建设行业政策研究中心、建筑产业规划研究中心、建筑产业大数据中心、建筑产业人才培养中心。同时，研究院将整合省内外资源，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不断扩大研究院的影响力，力争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建筑业知识库、思想库和智囊库的信息平台，积极争取国家省市在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科研课题等方面重点支持。再来关注全球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9万3631例，死亡353334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8号22:3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70万291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0576例。针对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10万例，美国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表示，这10万人的死亡本可避免，并且没有人知道还会有多少美国人将失去生命。
纽约时报评论认为，按死亡人数计算，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将成为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7日报道称，这次疫情让这个表面上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措手不及。美国对这次危机的应对不力，已引起人们对美国的结构性不平等和系统性问题的关注。哥伦比亚大学本月20日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如果美国在3月份时能够提前一周采取社交疏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就可能减少3.6万人死亡。而如果当时能提前2周就封城以及限制社交接触，那么如今84%的死亡都可以避免。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时间28日发表的最新评论称，美国正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这10万人的死亡本可以避免。第二，没有人知道在疫情控制前还会有多少美国人失去生命。美国流行病学专家丹尼斯·卡罗尔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能及时及早地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广泛检测和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美国联邦政府协调失策、疫情防控表现不力的责任是不可推脱的。We again, by not having enough diagnostic capability, we continue not to have clear visibility on where the virus is, how widely distributed it i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卡罗尔表示，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上，美国各州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州政府的自行决策。像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较早重视，对民众进行了广泛检测，并采取严格的居家令等防控措施，才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目前，纽约州疫情已度过了高峰期，仍然在谨慎考虑重启的时机。然而，严格且有效的措施在很多州还未真正实施，这些州就已经开始陆续重启，疫情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弹。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近几个月的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有专家称，美国5月份的失业率可能将超过20%。白宫经济顾问称，白宫正在计划用发放所谓的复工奖金的方式，试图刺激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据了解，白宫正在研究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失业人员能够重新上班，除了工资之外，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奖金。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下旬签署的一份经济刺激计划法案规定，在原有的失业救济金之外，再给所有失业人员每周发放另一笔救济金。因此，特别是对于赚时薪靠小费谋生存的低薪行业工作者而言，当前放弃工作待在家里已经成为他们最佳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美国各州相继解封后，失业者也没有重返工作岗位的动力。美国媒体就此报道说，所谓的复工奖金计划仍有待确定，但只要之前的救济金政策存在，说服失业者重返岗位仍旧是一个难题。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经突破10万，这对于一向自诩经济科技实力强悍、医疗资源丰富的美国而言，无疑充满讽刺。在数字的背后，百姓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这是《纽约时报》近日刊发的1000名美国新冠肺炎死者名单。这份密密麻麻的名单仅占美国10万名死者的1%。One week, we had 5 deaths. My father, my uncle, 3 cousins. Obviously, I'm very sad that my parents have passed away. 一幕幕悲剧是美国社会的放大器。有钱人、特权阶层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则陷入了更加糟糕的处境，少数族裔更是首当其冲。The famous, the ball players, the rappers, why do they all have access to the test for the coronavirus? And us people who are working and who aren't rich.And who aren't famous, why don't we have access to the test? The reason why we're dying in New York is because they are not doing what they're saying on TV. They are lying to everybody. 统计显示，非洲裔美国人的新冠死亡率是白种人的2.6倍。
非洲裔美国人只占总人口 13%， 但却占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的 27%。 拉丁裔的新冠死亡率也普遍高于白人。死亡人数太多，殡葬行业的承受能力也在接近极限。在纽约，当地的殡仪馆由于超负荷运转混乱不堪。五月初，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处临时停车场，多辆大型冷藏卡车显得十分刺眼。事实上，从四月底开始，这里的一家殡仪馆就因租用卡车存放遗体被附近居民报了警。警方调查发现，他们租用四辆卡车存放了大约50具遗体，尽管卡车中都放了冰，但还是能闻到尸体腐烂的味道。These are people that live this earth, and now they have to be subject to freezer trucks and being on top of each other. And now that you can smell it, they're people. They were somebody, and they should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You know, it's like throwing them away. It's not good.欧洲多国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缓解。欧洲各国目前计划采取不同措施以应对本国疫情。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27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死亡病例117例，累计死亡33072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较前几日略有回升。不过，意大利目前确诊患者人数继续减少，这表明疫情持续缓解。意大利政府定于6月3日解除民众跨大区流动的禁令，但意大利大区及自治区事务部表示，如果民众不遵守有关安全距离等方面的规定，政府可能会推迟解除这一禁令。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27日宣布，英国政府将于当地时间28日开始在英格兰地区启动一项新冠病毒检测和追踪计划。汉考克表示，这项计划将有助于政府以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取代全国范围内的封锁措施。根据这一计划，任何人一旦出现症状，都将有机会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的人都将被要求告知过去7天内与他们有过联系的人。工作人员随后将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提醒这些联系人。汉考克表示，目前北爱尔兰地区已经在开展类似的检测和追踪计划，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将随后开展。德国总理默克尔27日表示，虽然新增确诊病例在不断减少，但德国仍处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需继续密切协调，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此前一天，德国联邦政府宣布，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交限制措施延长至6月29日。各州政府可选择维持现有限制措施，也可允许在公共场所不超过10人或2个家庭的聚会。同时，政府建议公众继续尽量减少接触的人数，并保持固定的接触群体。随着日本和韩国的疫情趋缓，日韩商家纷纷推出优惠打折等举措，力促行业复苏。韩国政府力争在今年暑期实现旅游业复苏。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政府已将6月20号到7月19号定为特别旅游期。届时，各大旅游景区、酒店将会推出史无前例的优惠项目吸引游客。酒店在打折的基础上还推出预售减免活动。网上预约的游客最高可以获得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2元的抵扣券，而且越早预约获得抵扣券的机会越大。这里是首尔的一家大型超市，疫情期间大部分顾客转战网购。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该超市打出保鲜牌。鸡蛋是昨天才下的，猪肉保证是3天内屠宰的。据工作人员介绍，超市的做法是减少流通环节，提高产品的新鲜度，同时降低价格。受到疫情的影响，日本旅游业处境艰难，老字号酒店谋求转型，开始恢复营业的游乐场也出台规定来防范疫情。这是位于佐贺县西野温泉的老字号旅馆和多屋别墅。5月的营业额几乎为零，酒店处于临时停业状态。为了在疫情中生存下来，和多屋别墅开始转型。他们将部分温泉客房改造成适合办公的环境，
然后出租给一些公司。租用温泉办公室的企业每月需要支付70万日元，约合4.66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其中3/4由当地县政府及市政府承担。另外，根据朝日电视台报道，从5月下旬开始，日本的各大游乐场开始恢复营业。不过，为了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而出台的游乐园新运营方针也令游客们哭笑不得。根据这个方针，游客们在游玩时，即便是乘坐过山车，也不能够大声喊叫，以避免飞沫传播。而鬼屋当中扮演鬼怪的工作人员则需要佩戴口罩，而且与游客尽量保持安全距离。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信息政策与媒体合作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日前表示，2001年美国政府退出反导条约，去年又退出中导条约，如今美国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再次暴露美国蓄意破坏国际安全体系的危险企图。美国海军第六舰队26日称，一架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水域上空飞行时，遭到两架俄罗斯苏-35战机拦截，整个过程持续约65分钟。这已经是美军机近2个月以来第三次在同一水域上空遭到俄罗斯军机的拦截。有媒体认为，俄军此举意在阻止美国军机靠近位于叙利亚赫梅米姆的军事基地。法国检方27号表示，因涉嫌参与英国货车惨案，有26名嫌犯分别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去年10月，英国警方在埃塞克斯郡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了39具遗体，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英国警方逮捕了包括货车司机莫里斯·鲁宾逊在内的多名相关人员。今年4月，鲁宾逊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上就39项过失杀人罪指控认罪。印度正遭受近3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据印度媒体报道，大批蝗虫自5月上旬进入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后，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截至目前，已摧毁约5万公顷农田。据当地媒体援引印度农业部官员的话报道，根据风向情况，蝗虫群可能在未来几天向首都新德里方向移动。27日，由于天气原因，美国载人版龙飞船发射时间推迟，下一个窗口期为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3:22，或者5月30日下午3点。美国航天局原计划使用载人版龙飞船搭乘一枚猎鹰9火箭，将2名美国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这里莺飞草长，这里梦想飞扬，青春励志题材乡村大戏，绿水青山带笑颜，吉林卫视正在热播。长春，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TV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